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Echo，听见了呀？咚咚咚，小铃铛，你在家吗？我在家，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咱们来玩一张叫做"拱猪大作战"的地图。这个游戏感觉好有趣呀，竟然要拱猪。好了，规则的话是咱们拿手中的这个棒棒糖。走上踏板会出现一头猪，用身上的这个东西来把这头猪击飞，然后那个推到对面的那个应该是那个什么足球网状里面，就可以获得分数。你在干你看嘛？我，我的猪怎么睡了？你在干嘛？你我的猪在睡觉。把猪给睡了？我把猪给睡了。我的天哪！我没有，我的猪睡了，是它自己睡的。好了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等一下，这里有道门哦，这个是观赏通道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哎，猪，你起床，猪，你起床，猪，你起床呀！我这头告猪诉你。太胖了，它这里挤不过去啊。哪里？我哒哒哒哒哒哒，哎，这边可以走，这边可以走，你看我哒的哒猪哒还哒在哒睡哒觉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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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完了猪完了还完在了睡完觉。了，它挂在仙人掌上面了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你看我的猪还在睡。他怎么又睡着了？它也拱，它怎么拱到仙人掌上面去了？快点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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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你？我这边看起来好像你被那头猪给拱了，你才被猪给拱了呢！你是被猪拱的木鱼。走走走走走，脑王脑王，快刚刚走那个快走视快角走！真的真的，不信你问小伙伴们。你确定我是被猪拱了吗？你看我的猪在哪里？哎，你知道？哎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你小确铃定铛，吗？我是被猪拱了你吗？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我拱了猪，我拱了猪，行了吧？我拱了猪，走吧走吧走吧，猪，继续往前走，还要继续往前走吗？这个肯还定是你啊，出不来了。前面还有几个关卡的，小猪快跑，老王快跑，小老吴兔，快你跑，倒是老王快快跑。呀！你这头臭猪！你这头臭猪！我不是说你，我说我的这头猪卡在这里了。哎为什么我真的哎，是游戏黑洞我就不等你了，拜拜！我真的是游戏黑我洞去第吗？三关了，再见！兄弟，你挤到我了。你真的是个游戏黑洞吗？这关好感气！觉好简单啊，这关应该很简单。你当然气了，你还睡，臭你猪，还在臭猪，你臭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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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不选。哎呦，我挤不出去了。好气啊！但是要保持微笑，我的猪拱在那里睡着了，我回去看看还能不能你牵在头哪猪呢？回来。你在哪呢？我还在那里，我去别人赛道看看能不能牵头猪回来。不是。我把我的猪给拱到那里，出不来了。你居然把自己的狗，呸，把自己的猪给拱睡了，你过来帮帮我！你往前走啊，往前往，不是你蠢的，直接往前走啊，踩一下它又会召唤一只猪啊！我的天，我怕，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，你像是一头猪在拱猪啊？我也觉得我自己就是一头猪。哎，你这给我卡在这里，你怎么又给我卡住了？你智商哪去了？智商被猪给吃了呀！快走快走，乖，小猪猪，小猪猪，我快走走。兄弟兄弟兄弟，这岩浆，完了，我要被烫死，我要被烫死，我要被烫死。小猪猪，快走走，芝麻开门，小芝麻开门，猪猪，芝麻开快门，走我要走，坚信我被烫不死加油加油，nice。走走走，小猪我猪。这一关，这关，呜呼，我就要到终点啦！等等我，我的猪进怎么不见球！了？我获得一个开关，这开关为什么不掉下来？猪猪猪猪猪猪猪，快走！你的猪猪，你的鼻爬涕楼有梯点上去捡空。到这个开关，感冒似的完你了，还鼻涕妞妞，加油跑，加油跑，加油！完了，嘿，完了，这个开关我捡不到，神经病啊！哈哈哈，我有棍子呢，你怕不怕？哈哈哈，神经病啊！感冒似的你还鼻涕不是妞妞，老王，你过去，你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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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王。完了，我捡不起来，这开关我捡不起来。猪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。我先上去看一下。感冒似的你还鼻涕妞妞，妞，你个这上面还有关卡的，还有关卡吗？完了，我卡在这里，我卡在这里，去不了下一关了。这个开关它不掉下来啊？什么开关它不掉下来？
在这个相当于最后一关这里，它这个开关掉不它下会来去啊。那里是吗？对啊。哎，我有开关了，再见。跳起来啊！不是，我跳不起来啊。没有，你到那个楼梯那里跳过去。跳不过去，上面有空气墙啊。我这边没有啊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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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是啥哟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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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跳不上去，怪我了。你可以楼梯这边跳过去，然后可以再跳一下，然后就能捡到开关啊。跳不过去，上面有空气墙。我这边都没有。完了。感觉是不是我真的是游戏黑洞啊？好了，咱们继续拱住吧。拱，哎，完了，它卡在这里了。咦，这一关好像是有空气墙的吧？对，它有空气墙的。不是，这怎么办？我的也是卡在这里了，神经病啊！这没有毒吧？这一关还打不出来的。好像真的打不出来。打不出来的，这游戏强行结束了。我的天哪！你这只猪，给我出来！强行结束了，强行结束了，我也走了，再见。好像不会开门啊。好饥饿，但是要保存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看想一个什么方法，把这个东西丢进去，不行，丢进去不行，丢进去不行，还是不行，看来只能是拱猪进来啊。对啊，好像真的只能拱猪进来。拱不进，不是它卡在这里，怎样把它弄出去啊？对啊，这个柱子又不能踩踏板，踩踏板再生成一只出来。你出来！这猪看我被我打成猪肉馅饼了。感觉这老王好可怜啊，被咱们两个给揍的、啊。好可怜，好惨！这个柱子设计的有问题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踏板应该放成左右。这一关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确实有问题。好了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？不管了。哎，等等，打、哦、好打不了的，有空气墙的。你看用那个打，用这个减速的打。这个能不能把它打出去？打得出去吗？出去！不是，你居然对着他的菊花狂轰乱揍的！打死你！不是，我可怜我的老王，来，咱们结束这期了，我看不下去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拜拜。